会一直骂我，他骂我，他抱的就很可怕。护士也是叫他小心点，因为他的脖子是很软的，你要一直有所有，我都有，其实我都有做到。每次他给小抱小元宝，小元宝头都会这样子，脖子一直这样往后倒，哎，我在旁边看就会很紧张啊。余翔全当爸爽捞380万，跟柔柔抱为爱女起冲突。七七蹦蹦，七蹦蹦，七七蹦蹦，你懂不懂？七七蹦蹦，你懂不懂？好，小元宝。模仿李小平兴奋起舞，恭喜余翔全和柔柔诞下爱女小元宝，替余家天下第一个金孙。两人来聊聊成为新手爸妈的心得。对，基本上两天没睡，我今天我真的变一个那种爸爸傻子，就是。我朋友叫女儿傻瓜，女儿就是反正就是变成比方跟蠢货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那种我可以这样抱着她，就是抱着，然后她还睡觉，我就在看着她，看两个小时，两个小时，对，我在看着她。这里应该收到不少红包吧？哦，有，就是还蛮多的，还蛮多的，六位数，对，六位数，没有像你如愿的七位数，没有没有。我是 OK， 我自己有在赚钱，没有关系。对啦，对，我们现在还在讨论想要扮黑脸。对啊，有人要扮黑脸吗？啊，我没有。小元宝现在是感觉比较喜欢我的感觉，因为我抱着他的时候，他就会在那边笑，对，微笑。然后爸妈抱的时候，他就会用出很不屑的表情，表情吧，表情啊，不屑，对不对？对，是真的，每次给他抱就是这样。他是看我一下吗？没有翻过去，然后这样翻呢，我看到啥？然后不然就嘴巴会这样斜一边，然后这样眼睛飘过去。然后柔柔抱他就是微笑，妈妈来了，看去看女的，干去，他会一直骂我，他骂我，他抱的就很可怕。护士也是叫他小心点，因为他的脖子是很软的，你要一直有所有，我都有，其实我都有做到。每次他给抱小元宝，小元宝头都会这样子，脖子一直这样往后倒，哎。我在旁边看就会很紧张啊！你要手要拖着。有啦，就有，没有都有，没有。哇塞！拍奶我都会。哇哦！然后洗屁屁，可是他在骂你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，我怎样做都不对，我怎样做都不对。你拍背，然后你拍不准，做的不好啊，做的歪，怎么怎么怎么，我赶快把他还给他，我就把他跑一房间。他只要情绪有一个稍微有一个不对劲，所以核心很好，他要给我们两间。哎呀，瑜伽宝贝金孙月子中心当然要住最顶的啊！嗨，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在核心里面，然后我们来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 Sandy， 我是客服舒宇，我是士林月中怡玉，你好。怡玉，对，这些会员都真的对我们非常非常的好。这就是我自己个人，如果要跟柔柔当情绪快要吵架的时候，你就会自己来，哇，我就会爸爸就会自己来这边。你们看到，是一个很舒适、很棒的地方。你看这个，哇，躺在这边看个电视、滑个手机，哇，舒服，舒服。可不能常来了，不能常来，常常会被骂，他来敲门了。我是自然产嘛，可是很多剖腹产的那个妈妈就伤口会痛，所以就可以直接用电动床来。这里就是我们的物理治疗室，就是奶就是挤不太出来的时候，就胀奶、石头奶的时候就可以马上做。一开始就这样。对，然后那时候按完就有20，马上就20cc 的奶。所以现在还没有开机吧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第二次啊，因为有的没有，因为它自然产，对，自然产是没，它是会痛的，它是会痛的，伤口已经愈合了啦，用力大便的时候会痛啊，对啊，现在还是就是没有什么心情，因为要照顾小元宝那一天，对啊。二胎计划暂缓，但奶粉钱还是要赚。余翔全目前接下3支代言跟20支业配，算算小元宝出生不到一个月就替爸妈进账380万，现在真的开始要用力赚钱，对。要努力在当爸爸，希望还是可以赶快来多一点钱来就干，对对对对。